由多伦多佛光山和多伦多佛光会联合主办，一年一度的宗教联合祈安法会暨佛光缘游会，今年将于6月5日盛大举行。活动一秉素食环保爱地球的理念，推动素食文化，宣导佛教慈悲、尊重生命和惜福爱物之精神，也借此呼吁大众以实际行动响应支持环保。2016年宗教联合祈安法会暨佛光缘游会的特色有：联合6大宗教共同为世界和平助祷，也特别为阿尔伯塔省祈福。佛光人一个月来为阿尔伯塔省森林大火的赈灾捐款，将于会中转交给加拿大红十字会。为亚省抄写心经祈福的功德也会在会中回向。6月5号当天，多伦多佛光山希望大众能够自备容器购买缘游食物，以减少包装所产生的垃圾。缘游会设有环保集点抽奖活动，凡是自备容器购买，使用一次或一点，点数越多越有机会获大奖。社区环境联盟负责人 Regina Mitra 博士将于会中主持有奖问答环节，提高大众的环保意识。2016年的佛光缘游会场地配置有全新规划，宗教联合祈安法会移至寺内大殿举行，63个缘游摊位、61种食物宣导摊位集中于多伦多佛光山寺寺前广场，便于大众就近选购。而为了让孩子们玩得更尽兴、更安全，青年团的游戏摊位和儿童气垫游戏区则安排在寺后的停车场，现场也将设有休息用餐座位，让您轻松欣赏舞龙、舞狮、善童歌舞、拳术表演、24节令鼓、舞动青春等表演。错不错？是，我们举办缘游会是在6月5号啊。那么早上11点开始，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法会，叫做宗教联合祈安法会。那我特别很真诚的呼吁我们的社区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个祈安法会呢，就是说，今年特别要为亚伯达省的这个森林大火，集合各个宗教的力量，来为这场大火祈安呢。这个我想，应该是我们社区朋友们会，希望能够一起参与的哦。那么同时呢，我们佛光山佛光会啊，这次大概将近1个月时间，为亚伯达省这场大火，在做这个赈灾筹款哦。那么，我相信当天会超过50000块以上的这个捐款，因为目前来讲已经4万3千以上了哈，所以一定是可以超过这个数额。我想，再怎么样筹，对这场灾难的需求是真的远远不足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来捐书一起来关心这件事情。那这是在11点到12点举行的宗教联合祈安法会。12点呢，我们的这个和平钟一敲响，就佛光缘游会开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大家都对佛光缘游会的这个素食美食啊，非常的有信心。那我今年要讲说，我们今年更加推陈出新。我觉得我们的佛光义工，那种爱心、那种供养心啊，很欢喜的要研发更新更好的这些素食品给大家去品尝哦。当然，素食它是一种慈悲的展现，但素食也是环保的工作哦。那所以今年的这个在环保上呢，其实我们再进一步做了加强。其实对社区提倡这个环保，就素食环保爱地球的这个观念，一直都是我们佛光缘游会的一个重点。那么，今年我们在往这个大家要自己带 container 来，就自己带一些器皿啊，自己家里有很多盒子啊、袋子啊，这些带着呢，你只要使用一次，我们就给你一个抽奖券。是很大的鼓励的，那也请这个环保博士 Ranjana 小姐亲自来主持有奖征答再送奖啊，然后你购买这个佛光缘游会的点券，这个点券呢票根还可以抽奖啊，其实也就是说你参加佛光缘游会是素食、是爱心、
也是环保。同时呢，其实我们筹得的款项，这个除了捐赠给亚伯达省的这个大火以外，我们对多伦多大学的这个社工系的这个捐赠呢，还有这个奖学金还有这个医院的这些捐赠，其实都是从佛光园游会的这个筹得款项去做社会公益啊或者文化教育的捐赠的，所以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奖品我想大家最期待的还是像机票啦iPad 啦这些当然环保方面我们准备的奖品又有一点不同，它完全都是你在环保工作上需要用到的，比如脚踏车这环保碗环保杯这一类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是你做这个 garden 园艺用的储水桶这一些。中奖的比例高吗？看这个当然原则上是点券，当然是多买多送。那但是那个叫环保，你带自己的容器来装，比如说这是素鱼翅羹，这是炒米粉什么，你用你自己的盒子来装呢你用一次你就拿到一张抽奖券嘛，所以你多用几次你就有更高的中奖比率了。食品的种类有多少？这一次超过200多种，我真的讲，这其中有一些我真的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连我都要买去送给人，几个道场我都跟他们推荐，我还觉得他们应该要来学。地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密室的这个佛光园，是吧？对，多伦多佛光山。多伦多佛光山。在密西沙加的多伦多佛光山。是。然后几点到几点呢？早上11点，是宗教联合祈安法会。那么原则上在12点左右我们会敲响和平钟宣告园游会开始那大约会到下午2点半左右那估计会有多少人来参加？原则上都是5000人以上而且很适合一家大小都来，因为有小朋友的那个弹跳床年轻人带动的节目表演这些他们设计的游戏那游戏也都是有奖的总是我想在这个充满爱心在宣导的这个活动之中有许多的学习那像也宣导社区安全，也宣导这些健康，所以各个像心脏中风基金会、肾脏基金会还有这个警察部门等等，他们都会来参与我们的摊位给大家多一些这些资讯的提供我想是一个充满爱心也是安心的一场聚会。感谢收看今天的大都故事，我们下期再见。